今朝嘅 ET 个股推介咧，就系、是、建议大家咧留意呢一只股份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华润电力836噶。拣选原因系啦，内地经济复苏，第一季社会用电咧明显提升，预料未来咧用电需求将会延续增长嘅趋势。下季用电高峰将至，煤价亦都有望回落等因素推动啦，电力板块盈利改善，行业盈利重估。华润电力短期催化啦，包括系煤价回落有利火电嘅盈利啦。分拆华润新能源回 A 将会获得大量嘅低成本资金，缓解资金压力，并且咧有助咧提高估值噶。华润电力近日突破18蚊嘅阻力位，走势转强噶，可以敲18蚊附近去吸纳啦。中线目标先睇21蚊嘅，跌穿16.7咧就适宜减持。